箴言第三十一章第二十六节，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神其实冇错啦，原来喺我哋嘅生命当中咧，佢不断满足我哋嘅需要，但系问题咧，如果我哋唔懂得喺个过程当中建立我哋内涵嘅话咧，其实我哋容量系冇增大嘅话咧，我哋个祝福嘅饼系冇增大嘅话，你净系单凭为咗你翻到石安嘅时候，我净系想求富足嘅啫，系咪吓？即系我想翻嚟求财咁样吓，咁得唔得咧？吓，咁你咪甘心成为一只冇用嘅海狗，系咪喺你个主人面前？咁唔得噶嘛，系咪？神根本建立教会就唔系为咗呢样嘢。所以你会睇到点解翻到教会嘅时候，点解会啊呢边啊讲祝福，但系嗰边就点解讲性格咧？讲我哋相处咧，点样做人咧？咁点解会咁样嘅咧？原因就系话咧，神系满足你嘅需要嘅过程当中，俾你知道佢嘅真实，并且俾你知道咧，每一个要求后边真系会有一个奖赏嘅。但呢啲嘅奖赏系使到你一步一步越嚟越脱离你嘅自私，脱离你嘅血气，脱离身为一个人的所有的缺陷和缺点，而导致我们踏上一条道路是似神，是藉着敬虔。所以敬虔这个字就是 Godliness， 即直成就是有神的形象是似神嘛，是吧？所以变成就是到有朝一日你应该建立一个性格，一个长大的性格，是更加脱离去贪婪啊、自私啊这些过程。所以为什么就是当我们第一步，我们有一个牧师教我们去照顾好自己，照顾好自己的家庭，照顾自己属于自己的东西。但跟着你就需要一个报道家，就懂得将这些祝福同人分享了。那你才会怎样更加似神嘛。当你更加似神的时候，你祝福的饼就可以扩大，你的岁数就可以更加多，神所给你的权力能力就可以更加大力。因为你不会用这些的权力能力出来呢去消费自己，去消耗你身边的人，同埋消耗你自己的人生，你能够真的终于在神的家里面有贡献。所以变成你会看到这些一步步都是为了将神的性情去建立在教会。而当然我们知道最尾在历史上面最尾建立所出来的那个当然就一定是辛苦啦，是不是？所以变成你会看到一个牧者呢，其实尤其是去到即是建立辛苦时代，即是我们石安教会呢，这个牧者差不多是万能的，是不是？即等于好似家住负责人咁啦，能够对健康常识有所认识啦，系咪？即系咁，但问题除咗健康啊、医治之外，咁样佢对于啊富足有冇认识咧？咁佢对于富足都要有认识。咁除咗对富足有认识，佢需唔需要对恩赐运作有所认识？都需要有认识。咁对于神嘅恩膏有冇所认识？都要有认识。咁对于时间分配里边嘅智慧，导致我哋能够赎回光阴，需唔需要有认识咧？都需要有认识。所以变咗你要睇到啊。一个牧者咧，随着时代嘅一路递增到去我哋而家呢个时代啦，我哋呢间教会系点样系训练辛苦嘅，咁所以我哋咁每一个嘅小牧者啦，都能够懂得每一种祝福佢嘅分配，每一种祝福嘅应用，并且咧每一种祝福之后，每一粒种子，佢由撒种子到收割当中嘅成个过程都要识得嘅，并且都可以教导到人哋嘅。咁呢一个就系神所希望每一个牧者能够做到，亦希望每一个牧者咧系能够帮到佢自己身边嘅人嘅。咁而事实上，譬如举一个实际嘅例子啦，净系时间，我就系讲时间，咁俾你能够理解啊。即系我哋懂得啊，既然时间可以赎回光阴，咁于是乎咧，你撒种啦，花好多时间咧去帮人啦，咁样。咁呢个当然系撒种啦，系咪？但问题呢个撒种之后啊，我哋讲嘅收割咧，收割系点噶？啊，哦，咁啊继续做咯，咁样，咁啊错咯。因为你不懂得去收割，不懂得去认到个果子，然后花另一种的技艺去收割的话，你永远错失你的收割的。你知不知道，即是农夫一味只是种啊种啊浇灌啊，到他结晒果子都一味种一味浇灌，等果子跌晒落地烂晒了，那么用回之前的技艺可不可以呢？不可以的。所以变成譬如举个例，我就是用时间方式。时间的收割就是什么？时间的收割就是说，你的牧者会在旁边教导你，诶，你而家杀咗咁多种啦，系咪？咁但系问题，会神就在你的生命当中增加咧，你应用时间的明白。嗱，应用时间的明白，有很多人因为冇人在身边咧，直情怕嘅，有些人怕学新嘢啊，咁咪错咗咯。因为点解？因为举一个实际的例子，
就是、你杀了很多个种，但是问题原来你日常生活当中花了很多时间就在联络沟通那里、哦、原来现在根本有智能电话的要用 apps 的，这些 apps 能够帮到你了，是不是、而并且原来你以前买东西都是行街、每次行十个钟头、买一件自己想要的东西、虽然乐在其中，但回到家都很累，浪费很多时间，你都觉得哇浪费很多时间。好了，但是现在原来有淘宝可以等你可以很便宜的很快的、买到你要买的东西，并且原来的款式更多、不单止价钱便宜，并且有一些你意想不到的设计已经出了，已经你在网上先见到，行街见不到的、因为行街未有的，是不是？但你怕用新东西，你不喜欢用智能电话、你不用 apps、明白吗？即是换句话说，你收割是不是需要是另一样的知识，另一样的智慧才行？是不是？不能够死牛一边颈的，有些人很怕学新东西，有些人很怕呢要改动他一些的习惯的，那就中招了。因为为什么？因为收割是完全和浇灌的习惯是完全不同的嘛。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到神是用收割和耕耘呢，就告诉你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了。就是说原来耕耘的动作呢，你可能做成年，成年啊，岁首到年终啊，日日都是这样耕耘啊，浇灌啊，这样做。但问题到收割的动作是不是跟撒种啊、耕耘啊、浇灌一样，是完全不同的。耕耘你可以做一年，但问题呢，收割可能一日搞定，但是问题那一日要全全改晒你那年里面所有的习惯。所以变成在这么多年当中呢，即是我身为牧师，我会不断去留意收割的时候呢，是不是要改了我的习惯，改了我旧有的习惯。箴言第31章第26节，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恨是否诚恳歌唱，情逢诗歌甘醒察，心竟然圣洁之火。恨是否人生分秒从不枉过，恳请你差遣愿教用我，衷心敬奉情献生命换改故我，衷心敬奉若生信爱每天增多，衷心敬奉愿我生命莫悔走过，衷心敬奉想愿你到终。